看镜头，拍照了，拍照了。我说，姐们儿，能往边上匀点不？我都快没脸了。这还不好啊，多显脸小。狗狗别难过，调整好姿势，再拍一张。好了好了，这次都露脸了。站好了，三秒后就自动拍照了。哦，不动。我也不动。什么情况？我去看看。哎呀妈，整成录像模式了。狗狗们，你们这拍张照可真是难呢，还是让后期哥哥们来帮帮忙吧。宝宝，给？不给？给？第一次没给我，第二次应该要。哎，不给。妈妈，逗我玩有意思吗？好了啦，这次一定给你吃。妈妈，我又不傻，你以为我还会信吗？